这儿的生意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啊，玛丽，你太辛苦了啊。那算什么呢？你从印度到中国，一趟一趟来回的跑，那才太辛苦了。哎，替皇家办事，说得上什么辛苦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干杯！Long live the king！ Long live the king！Darling， 我相信我们英国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国家。Sure。你想把黑黝黝的烟土运了来，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带回去，这买卖真做得过。你以为单是为了买卖？我相信一定还有什么计划吧。哎，对了，让他们慢慢慢慢地统统地抽上了这个，哎，那么这块肉就丹普，你不敲门就进来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别打他。是，我是来请示老板的，今天是月底呀，那个姓潘的欠的烟钱还没有还，是应该怎么办？人呢？在底下呢。把他押起来。是。没有钱不许他出去。是。